中和区竹林高中学生王林雅日前参加第57届全国中小学科展，夺得高中组动物与医学学科第一名。王同学表示，原本是想研究涡虫的记忆行为，但是后来意外发现涡虫会吃蕨蕨，所以就开始研究涡虫是否能够应用于病媒蚊的防治。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想要做涡虫它的记忆行为的实验，然后我们就是有一次在上课上那个生培社的时候，就刚好有结蕨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，结果就发现，既然涡虫它就把结蕨很迅速的把它吃掉，所以我们才会想说，那我们可以针对这部分用涡虫，然后来做那个病媒蚊的防治，对，所以可以算是一个意外性的一个发现。做科学的人要天马行空，开始乱想，因为当初呢，在前年的时候就有人发现是箭水藻可以捕食那个结蕨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在想，虽然涡虫是底栖生物，然后呢，结蕨它是活蹦乱跳，它本身呢，它在水里面涌动速度很快，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是，那我们就想说，我们来尝试看看。而王林雅的生物指导老师严嘉怡表示，在实验中经常有失败的时候，但是王林雅拥有越挫越勇的精神，这是实验过程必备的基本态度。那我们印象最深刻哦，我们今年大年初十还在这，我们也在实验。那林雅是一个他很有研究精神的学生，然后呢，这个学生呢，他本身来讲遇到挫折，他也愿意去克服它，对，所以他有很多挫折忍受力，然后很适合做研究，因为研究不是所有都是甜美的果实。也有失败的时候。王林雅也说，在研究过程中要感谢的人非常多，而最感谢的就是指导老师严嘉怡，是老师带领他走入实验这一条路，甚至以没有老师就没有我这句话来形容老师的重要。那最感谢的就是我的指导老师严嘉怡老师，对，因为没有他的话，我当然就不会有现在的成就，而且也不会开始像科学这条路。那就是可以用一句老话，就是没有他就没有我。而竹林高中教务主任李海金在实验过程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因为本身是生物老师，所以非常了解研究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，不但代表学校大力支持，也经常为学生解决各种困难。好，我想学校对所有的科展活动还有教学活动是全力支持，当如果学生老师有 提出一些困难，不管是学校的校长还有董事会这边也都会全力支持学生的研究。而王同学也鼓励未来想要参与生物研究的学弟妹，遇到了困难要努力坚持下去，因为未来一定会有所收获。数位天空新闻综合报道。